由宋丹丹和儿子巴图主演的电视剧《妈妈的花样年华》即将在9月3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。近日，宋丹丹是卯足了劲儿做宣传。搜狐视频发现，《妈妈的花样年华》已经是宋丹丹继马文的《战争》、老牛家的《战争》、李春天的《春天》、金太郎的《幸福生活》之后和导演于纯的第5次合作了。两人不仅是艺术上的好搭档，在生活中也是交情深厚。日前，搜狐视频在街头发现宋丹丹的座驾，之后穿着白色衬衫和同色短裤的宋丹丹从驾驶位上下来，他消瘦的身材保持得不错，而从副驾驶上下来的正是导演于纯。于纯长相憨厚，40岁了还没有成家，宋丹丹曾经在采访中为其打圆场，说他晚熟。两人一边聊一边进入一家餐厅，吃完饭后宋丹丹交上停车费，开车把于纯送回家中。之前曾经有网友拍到宋丹丹在上海狂花10000多给于纯买衣服，如今看来丹丹姐对这位小弟真是关爱有加呀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